参加这个当中一点。这边的现代羊这两只羊来的，这里可以吗？我现在感觉就是，我觉得是汤姆福一贯的，看哪一台？哦，我觉得是汤姆福一贯的风格，然后不管是光影，还有这种摩登的感觉，都带给人非常浪漫的感觉吧。嗯。我觉得香水吧，我觉得香水它有不同的味道，然后你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况下，都可以享受不同的香气。嗯。无限深度是不是会要和大家见面的？因为大家还得在。对，这部电影应该会在今年的暑假跟大家见面，然后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走进电影院去支持这部电影。嗯。没有特别的规划，就是拍戏吧，啊，现在当下就努力拍出一些好的作品给大家看，对，嗯，好，谢谢。直播间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 Tom Ford Beauty 品牌总经理 Elaine， 啊，今天很开心啊，欢迎一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先请一龙跟我们的粉丝打个招呼吧。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一龙。那好久不见啊，龙哥。对，好久不见。对，好久好久不见啊！最近在忙些啥呢？啊，我最近刚在武汉那部电影拍完，然后现在出来，对，回到城市里。非常感谢啊！你好像听说你刚刚戏杀青，对，就赶到我们现场啊！真的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谢谢。那有没有回武汉去吃你比较熟悉的美食呢？啊，那必须的。嗯，对，早上只要能起床的情况下，就一定要去过早。然后去吃热干面、豆皮，对，糊米粉、面窝，有，对，很多，嗯，是，我觉得就是美食跟香气都是我们的六感啊，嗯，我觉得都是能够唤起我们人的这个精心的记忆。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跟香水一样，我觉得香水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香味当中寻找到很多我们熟悉的记忆或者是类似的这个场景。那刚才一龙在我们这个 event 的现场的这个晚香浴的这个香水区域体验到了我们的新香，嗯，暗夜晚香。暗夜晚香。那，哎，你对他印象怎么样？因为我不在那边。啊，就是我会感觉晚香浴就是这个香味会比较给人比较神秘的感觉，然后也非常有吸引力。嗯，啊，那哎，我们现场来闻一下好不好？好。对对对对对，是，来，那这个是我们的新香，然后呢，其实我们在闻香水的时候呢，我会建议我们一边闻一边有感受，嗯，啊，那龙哥你可以也尝试一下，对，有试香卡，对，好，然后我们可以先试一下啊，你闻到什么了？刚开始闻，我有闻到那个晚香玉跟茉莉的味道，就刚开始是那种很强的那种白花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这种很强的白花的味道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就是一个女生晚上你很是不是有点像早香，就是那种洗完澡的那种有一点出浴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你再闻一闻，你会闻到那个鸡皮的味道。嗯，对，然后鸡皮就是那种很就皮的这种感觉是比较妩媚比较性感的，对，然后后面我们这个香水你再闻它的那个木调跟麝香就出来了，对，然后木调跟麝香就跟你一样其实是非常高级的。对，所以就是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香水啊，它的这个变化就是是一个就是蛮多面的女生，是，然后也是复合香型，我觉得，没错，我觉得也非常适合你。是是是是是，感谢啊，是，所以这个晚香浴的这个香水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多面女性，非常的神秘，嗯，然后也比较成熟啊。我们的一龙的同款的晚香在25号链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入手哦。嗯，那么其实除了这一款香暗夜晚香之外，
一龙跟我们合作也快两年了，是的。然后真的是，其实中间试用过我们PB 系列的很多款香水，我就想问问看一龙，那么除了我们合作这么久，在不同的产品上，其实你有心得，之前你也有聊到嘛，不同的产品给你什么样的感受？那我们合作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心态跟感受上的变化？首先啊，在家里 Tom Ford 的单品越来越多，对各种类型的香水，这是必须的，嗯，对。然后感觉这两年跟 Tom Ford 合作，我觉得也越来越默契，越来越熟悉。然后也我想以后也会一起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不管是作品啊还是这样的产品。对，是因为我完全有这个同感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龙哥其实是一个就是看上去很沉稳的，然后一张高级脸，然后因为我们品牌是定位是高级奢华，然后呢其实当初我们在要不要跟龙哥合作，其实我们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品牌是比较性感诱惑的，但是龙哥是很沉稳的。但是我们跟龙哥在合作了两年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龙哥是沉稳高级，但后面是很有男性的这个魅力跟气质，越来越觉得跟 Tom Ford 非常非常的契合。是是，一路走来我觉得越来越契合啊。然后今天龙哥的状态也非常好，我觉得皮肤状态非常的好。大家要不要拉龙哥一个近景看一下龙哥的脸？对，因为我觉得龙哥的整个的这个脸就是非常的细腻，然后也很滋润，就是还能够看得到一点这样的光。嗯，请问有什么秘诀吗？对对，然后今天用的也是 Tom Ford 的奢侈粉底啊，然后刚刚上场前也用了也用了气垫，奢侈气垫，然后有补妆这样。大家看一下龙哥的这个底妆的妆感是不是特别的细腻服帖啊，然后就是那个光感很强，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是有养肤的精华成分，对，其实我们有六神肽，然后我们还有 VE， 都是一些很出名的一些抗老的成分。然后我们这一支这个奢精的粉底，它其实用完了之后你会感觉特别的滋润，然后轻薄还不厚重啊，比较适合春夏。是，那龙哥知道为什么吗？它比较适合春夏，我觉得因为它比较持妆嘛。是，而且它还可以防晒啊。是吗？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支奢精的粉底呢，它的防晒值是 SPF50 PA4+，其实这一支粉底它的整个防晒跟现在外面上的通常的防晒产品的这个值已经到达一样的这个地步了，所以它是一支粉底可以遮瑕养肤加防晒。那我们龙哥的这一款同款的奢光粉底液在直播间的21号链接，而且今天我们龙哥空降有非常丰厚的礼赠给到大家。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出门春夏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带奢光粉底，因为它比较便携比较好携带。对，是，那龙哥是非常贴心了啊。那有一点我想考考大家，那尤其是龙哥的粉丝应该有看过最近龙哥帮我们拍的一套那个奢光气垫的大片，对吧？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看龙哥的这一套大片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想问问龙哥，如果你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一组大片，你会说什么呢？我觉得光影嘛。啊，对，我觉得呢没错，因为呢其实我们 Tom Ford 先生他自己其实之前是一个建筑师，所以呢他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奢光底妆的这个背后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光与影，这个是非常建筑的。然后其实有光有影它才可以让我们这张脸看上去更加的立体。是，我们这个底妆里面它有一个 3D 的钻光微粒，通过打造肌肤的光感，其实能够让比较就是大一点的脸看上去小一点，然后让平一点的脸看上去立体一点。对对对对对。那了解完我们的光影哲学，是不是对我们的奢光气垫更心动了呢？那么龙哥的同款奢光气垫在22号链接，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加入我们的会员才可以得到全部的礼赠。那么聊了这么多，龙哥今天是第一次来活动现场，所以呢我也想请龙哥给我们的粉丝送一下福利啊。好，大家记得要先关注直播间并且加入会员，不仅有我们全新的暗夜晚香香水10ml一份，还有额外的独家惊喜啊。有请我们龙哥在明信片上签上他的名字，然后亲自在上面喷上我们的暗夜晚香香水啊，请。对，谢谢。好，谢谢。对，
们第一次直播的话真的好厉害、啊、第一次献给龙哥、啊、好，然后请龙哥在上面喷上香水、嗯、对，这个是我们会送给大家的一份石缪的香水，作为独家的福利哦。哇，好，现在就有请龙哥跟我们的粉丝展示一下，就是这个喷过的这个香片啊，然后接下来就请大家来刷屏我们新香的名字“暗夜晚香”四个字，然后有请龙哥帮我们倒计时一下，就是五个数字，我们来截五位粉丝。那截到第一位字全部打对的粉丝，可以获得“暗夜晚香”香水石缪一份和龙哥亲签的试香明信片一张。独家定制仅此一份哦，剩下的四位粉丝就可以获得龙哥亲笔签名的试香明信片一张哦。对，龙哥请展示一下。好。哇，有没有感觉十分的惊喜啊、嗯、好的，请龙哥倒数一下。好，三二一，截屏。哎，我是不是要截五次啊？前五个就 OK， 好好好好好。那恭喜这五位幸运儿 ，ID 在哪里？等会儿吗？那个客服是不是会告诉我们？或者待会儿客服会展示的，对吗？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现在要等一等吗？出来了吗？啊，请各位粉丝朋友们稍等一下啊，我们的客服正在做这样的统计啊。中奖的 ID 第一个是你好是我呀呀啊，第二个是朱九生、嗯、啊，第三个龙哥来，第三个是丁菊。啊，丁菊一后面啊，一丁菊一，第四个，居老师加大白呗，嗯，大白的，嗯，啊，新卡，啊，新卡，啊，好的，啊，好的，那恭喜这五位幸运儿啊，然后也非常感谢龙哥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和我们一起见证了 Love Town Four 这场派对，然后我也真的很荣幸啊。我把我的自播的第一次献给了你，也很荣幸能够跟龙哥一起分享这么多我们的品牌的故事跟理念以及产品。那我们今天的 Love Town 4派对就到这里结束啦，接下来的话我们日常自播间的内容会继续陪伴大家，记得请锁定我们的 Town 4自播间哦，大家下次再见，下次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谢谢龙哥，谢谢谢谢。